有啊，商店呢，就是最后才遇到。好啦，现在满人不能放我了。打完喽。想要找一下哦，昨天讲的那个，昨天的圣杯真的超好用。这个只要暴击就回复二体力，等于吸血啦。那我就昨天把暴击撑很高，然后再加用这个，就是等一下打王的那个冰枪，就左右射的枪，我就躲远远的，然后给他吸血。抖内是不是不会显示？哦，现在还不行，现在还不会显示啊。对，现在地震，地震，地震！哎，地震哦，大家快跑哦！就刚刚看到左边那个地冰枪。地震！头上吊灯在晃。哇，你要小心欸，那种吊灯掉下来的画面，我真的不敢想象。那就晃了一小下。什么好用的近战武器呀、啊？看到那个妹子就不小心射了。走喽！哇！熊熊熊！我刚刚应该要假装地震，然后故意把麦掉到地上，有没有？故意撞一下很大力的麦，然后人就这样消失。他们就会担心教主呢，教主呢，教主呢？我说没有，教主刚刚突然跑去吃饭了。我们很棒啊！哎、欸，这次延迟变短一点点了、欸，哎，我讲完你们就打字、欸，哎，我好开心啊！还是地区问题啊？
因为住比较近，所以啊，我要的武器这样啊，错，白痴哦、喔。蛋蛋蛋蛋蛋！哦，哦，我吓到我鼻子好痒哦！天啊！来哦，我等一下说一，你们就打一哦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哎，十五秒哎、欸，那可以啊，那算短了、欸，不像之前要隔三十秒，可以可以。刚刚是真的吓到，突然鼻子好痒哦。哦，我知道啊，那个 CWT 的东西啊，那个，我们稍早有讨论。我本来有一次 CWT 是要那个，也是有点感冒，然后本来想要请假的，那后来隔天病又好了。想说啊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哦，那时候，嗯，不要讲好了。啊！你说很多人中。中标还是很多人感冒过去的，蒸汽盾哦，隔挡五，强韧二，这样比较好哦，改这个吧，强，我好像记得强韧高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忘了，我要拿去献祭了。有没有献祭呀？所以啊，我那时候就啊，有一个也是之前很早以前啊，就是有一个破病的小粉丝，我当时还没摆摊，白痴啊！我那时候还没摆摊，那就是说什么为了要见我们。就是破病过来，我说你不能这样，这样很危险，你会把感冒传染给大家。你这不要扭啦！哦，对啊，新刊的东西就是你去祭坛，不是祭坛啊，就是你隔天要他那个事情，就是你隔天要那个继续摆摊，所以你把那个东西寄在那边，就箱人家箱子东西不见了，然后里面的东西被人家拿出来这样子的感觉。哎，怎么这个超小行星就有加赏币，刚刚没有啊？它随机的哦。哎，这个留下来，这个留里面，
欸，白痴哦，献祭满了啦，我在干嘛？我买东西，宁愿卖掉也不献祭掉。哼，也不有东西买。吃爱心。然后没有什么武器可以打下一关呢、欸。忍者内冲刺速度，冲刺速度攻击力加125%。宛如月牙般的武器。好啦，试试看用这把。走了。小吉星的介绍说，三个卫星，所以他我知道三个卫星啊。可是刚刚那个是介绍什么？英子耳环。所以又是组合的吗？看一下，查看图鉴。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刚刚该买的都不对，这些刚刚都有哎、欸。早知道爱你已忘了离开。女儿控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这刚刚有卖耶，都有卖耶，都有卖耶。所以是身上有什么东西，它就越来越强哦。哇哦，有啊，北部啦，北部有感。稍微记一下，因为这些。这些是刚刚才有的，有些啦。哎、欸，哇！我刚刚都有，我干嘛都卖掉啊？想回到过去，试着抱你在怀里，羞怯的脸带有一哦，一个没解锁。高级手枪短剑啊！我好像都有过哎、欸！天哪，我只记得这个而已啦，炸弹加弹弓而已，所以才买个弹弓。有备无患，让我稍微记一下。哦，好挫折哦！哦，哦，这个也卖掉了哦。左轮手枪，这有没有？
这关我没走来过哎、欸。走这里。上网找攻略没有啊？为什么要找攻略？没有。哪次玩？就现在了。好了。蝴蝶刀这个没有。怪啊！早知道爱，哇！其实要赶快开门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啊，怎么是四枚箱子？气！哎呀，衰！吃饭，生气吃饭。啊。真的很想改变未来，或改变过去，想直接改变未来啊！回到过去的能力，虽然人不能活在过去之中，可是至少不会有遗憾，不会让自己有太多的遗憾。哇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是我的猫。什么东西？你那个烧太过分了哦。嘴巴又张开了，不是啦，太坏了啦！女生才喜欢惊喜，男生不用啊！我血都被撩成这样子，怎么打王啊？可以买刚刚的吗？拜托！哎、欸，这两个是不是有啊？英姿耳环加戒指，英姿耳环加戒指啊？不是，是这个银戒指加银耳环。
爱因兹尔环是暗杀者。你说什么？还有一层。哦。不是啊，这火会追踪啊，烦死了。看来是要死去了呢，60多滴血，这个啦，好了，打 boss 咯。欸，不是这里，白痴哦，这里。什么武器咧？2210。等一下哦，冲刺攻击力加，可是我可以这样子啊？什么啦？对不起。这个好了，安。